小学、高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学都有，你一看就是跟我一样，不，淡淡厚吧。现在肯定都有了呀，之前以前没有吧？以前能坐在那个电扇下面正中央的那个同学，无比之开心。好，感谢办卡，谢谢。他们谁打野来的？我有点忘了。韩信，他不会反，他不应该是反了吧？哎，哇，这就很尴尬了。韩信怎么开的？狼开吧。哎，我这个技能怎么总是教这么歪呀？哇、哦，这么强！他们打野都不过来吗？不过来我们就强行要这个塔，这还不过来，这么好的防御塔免费送。这么大一手红，啊，这太恐怖了吧！我们这他好像早点交技能，有了，继续带塔呀！啊，算了，不闹。他反我一圈野。啊，我们这打得太激烈了吧，这一开局就冲到别人家高地打了，把这个野怪留给他吧，我们先去出这个吸血，我把这个蓝拿了，然后去抓上路。牛魔看到我强他，对，给个大，我也给个大，他死了吧，这双大直接人家炸了呀，上路是彻底炸裂，我们要拿他们家塔。去带上路，我们就打这个上半野区，因为他们上路，他们上半野区已经被打炸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吧？我这边二技能惩戒，一技能 A 一下直接给大招，然后我一技能没丢出来吗？哎，我这。哎，我看一技能怎么没丢出来啊？没事吧？好，给躲了，拍，哎，漂亮，拍，不急，拍，走，打不过了，太跳了。这两波打得太浪了，节奏有点乱，还好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哎，我怎么技能老丢歪呀？先刷一轮，
九大吸血了。伤费有大不怕，小心带下路，抓下路，下路死了，我不知道韩信会不会过来，韩信过来他也不好守，我们开大招强行拿塔带线带节奏，同志们，哎，他怎么把他秒了？哎，这个小妖怪可以了。他说要打暴君，不着急，先把红给拿了。韩信去上面了，那这个暴君我们可以拿了，不慌。好，暴君可以拿了，着急。张飞死不了的，他有大，打完后再去带下。啊，不能这么玩。哎，张飞不扛吗？哇，张飞吼个大招扛可以越塔杀。哎，就推不下来，这呀，急死我了！这个牛。别别别别别！等爱你战斧，注意法师位置，我应该先去拿红，想打主宰，我让他先下路带，他带下路我好拿主宰，下路三个四个，好，这一波应该能打起来。哇，我到他脸上了，打得到我，炸死，拜拜。都倒了，主宰就有了，对吧？开大招，主宰一拿，游戏结束了。没有办法的，朋友。主宰一拿，破两座塔。我随便打打野怪吸吸血，别急，救他！哎，救不到，忍不了了，直接二级的往上面丢，买个装备，拿个红。这应该能上去了，惩戒一技能大招，再见，直接炸死。
砰！哎，怎么差一下没死？哎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么不给面子，炸死，拉走位，吃口药，拿这个塔，游戏结束。哇，吓到我了，还好还好，这个用化技能躲了。这怎么这么肉啊？走，惩戒大招，再接，抬过来，拉走位，不急 ，A 两下吸兵，他进来一惩戒 ，A 三下拉走位挑不到 ，A 两下再接。走过去，二技能大招，一技能再见再见。Legendary， 嗯，不错，永远不急，好吧，很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